我希望男女主角都是那种很怎么说，就是很干干净净的那种，没有什么脂粉气的那种感觉。那像吴亦凡，虽然他确实长得很漂亮，可是他其实还就是他眼睛里有一些可能超出他年纪的那种比较成熟的感觉。拍戏的过程中，感觉在同时在上课一样，像学校一样，像姐姐一样。但我觉得工作其实应该很用力，但是尤其是情感是最不应该用力的，就是越要有那种轻轻松松的一种心态，这样自己也比较开心，然后给别人带来的也都是很正面的。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音乐，然后我觉得音乐是我个人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不会把它放弃。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就是爱，像我的爱情是很简单。